大家好啊，我们今天出来挖牛大力，这里发现了一颗长得非常好的牛大力，这是它的叶子。大家认识一下，这是它的花，刚长出来不久了。它的叶子，已经挖了十多分钟，就已经看见熟了。这里泥土非常的硬，挖出来一条，不过有点可惜，挖烂一点，上面应该还有很多。这一颗牛大力不好挖。挖得硬，这一颗呢已经挖了几十公分深，大概就五六十这样子。这一颗可能生长时间不够长，这些熟还比较小，还是一直往里面长的。我打算这一颗就准备不挖，让它继续生长，长大以后再过来吧。填一些泥土去。这种牛大力，大家对它的功效有了解吗？它主要的功效就是壮阳补肾的，常用于泡酒或者煲汤，都是一种很好的药材。不过它的价格也比较贵，我们这边还卖100块钱一斤。